丁秀江一米米五条红石赵林宏总干事第欢迎书热烈掌声欢迎。咱的民进党主席也是咱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，咱的外交长，咱的赖市长，在座坐坐的中华贵宾，啊，甲咱建设董事会所有的董事家，咱的主会团，各位乡亲，大家赞，大家好，非常的欢喜呢，在咱建设中间呢。咱的蔡英文主席呢，吼，会当呢，吼，笑头乡啦，吼，来咱家呢，咱这个建设的过程中间呢，第一届来甲咱大弟也参拜，小弟伫遮呢，代表呢，当事的呢，向咱的主席呢表示十二万的谢意。另外条边，我嘛要来拜托咱同注重的宗教文化活动的咱的赖市长呢，伫咱建设中间呢，吼，会当来甲咱合作，会当来甲咱指导。和咱的教务呢，吼，会当完顺利来完成，保佑呢，咱的国家呢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大家呢，拢非常的快乐。啊，嘛，再次呢，要邀请后壁呢，有一寡呢，吼，建设到尾的高潮呢，有请咱有迄个参谋群呢，咱嘛要来邀请咱的蔡主席，吼，有时间呢，来担任阮的主角，哦，来做这个代志，啊，咱的共同。共同来有头有尾啦吼，啊，咱共同呢来甲这个桥呢来甲完成吼，啊，而且小弟非常欢喜，啊，嘛要甲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啊吼，真拄好啦，唔知是巧合是安那，蔡主席啊，甲咱的主委，甲小弟呢，拢是1956，拢上教的啦吼，啊，上教的呢吼，今年呢。做无用，不过呢，念伊就出头天啊！大家讲对不对？